各位子密，今年的区年会，我们的报名方式也是用 Airtable 平台。请各位子密在自己的 Excel 档里面 增加你的社员、舍友跟夫人要报名的，放到 Excel。那左边是姓名，右边是他的 RTN。如果报名确定之后，请各位子密点一下，把这个Excel 表，把它整个区块把它复制拷贝啊，复制拷贝，然后再到我们的报名的年会平台那我们会的年会平台会分成 A 区、B 区、C 区、D 区所以如果是 A 区，比如说省都设是 A 区，那我们怎么把刚刚那个 Excel 表扣进来各位是子密只要点这个位置空白的地方，然后按刚刚是按 Ctrl C，这个时候按 Ctrl V，然后它就会把刚刚的我们所 copy 的那个报名表直接贴到这边来那 Continue，那这样就整个进来了如果你做错了，就按 Ctrl Z 把它退回去上一步，这样就可以。那进来之后，这个报名 OK 之后，福伦社这底下这些全部用挑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是台中省都设，点开，然后直接跟 Excel 一样拖曳，拖到最后属于你这个社的最后一个人然后这样就完成这样所有的省都社的社员，那这个身份别呢一样就是他是我们现在是这个是属于社友还是保荐还是什么社友？那我们如果确定是社友，那就一直往下勾到。一直复制，不复制到你认为是舍友的部分，那这样就它会一直复制。好，那它本年度扮演的角色，后面就是照填就可以了。好，那拜托各位在执密的时候，在报名的时候，先用 Excel 表，先把 Excel 表再讲一次，先把你报名确定的名称，还有夫人名，那夫人就写什么某某夫人，然后报名确定之后。把这个 Excel 表这两个栏位复制起来，再到我们的这个，再到我们的囫囵报名年会的平台，再到最后属于你这个新的部分，再按加号这个地方，把刚刚那个 Ctrl C 这个地方再 Ctrl V 就可以了。好，再麻烦各位。